哎，大家好，我是 Cynix， 为大家来原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在做这边 3.6 新的花甘露花海这边这个地区的主线的试任务。现在呢是做到寻找绝唱这一步，好像是一共有五个，现在我们应该是在找最后一个。这边的应该算是他的任务提示吧，也是提到了海瑞亚，晚上可能是就是类似于这个地下的机器人之类的一个东西。这个好像不是机器人，是一个遗迹。所以那个人呢？背が伸びる品はあるか？有一个传送，等于是前边一个封印的门，这边呢？这个地儿弄了这么多像是财宝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至少你给两个可以调查的东西吧。啊，这个是要摁住了 E。他在召唤的时候，他的抗性是减半儿。减半，受到伤害减半，好像抗性是变成50。
所以我这儿挑战了一圈是干什么呢？传灵对话，把这个花儿就等于是这个跟之前的还不太一样，我第一次遇见的那个是就好像你要踩什么东西，然后之后遇见的应该是这个，好吧，就等于是这个东西它是直接让你唤醒，明白了。哦，你还给了个什么东西？这是电线吗？果然又是一个机器人的那种。楼下有东西，这个地儿感觉就是一个地下的洞穴，很偏僻。我还是想，估计可能是只来一次吧，就是现在在做这个主线的时候，之后估计不会来了。这个地儿看一下吧。这是哪儿？这是这个深渊的这个传送点的左边。
为什么这个草的方碑是锁着的？見習いで。是这个原因吗？这个翼刚才怎么飞了这么奇怪的一个路径？可以踢一下，这个等于是指的是丘丘人。前进不了了。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什么情况？哦，我也是之前好像有一个什么三个，就是转的那个东西，我也是要找那个玩意儿的。于是我要把这个给激活。
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哦，这就等于是这个是只能走一边，那就是你可以移动吗？你能这么动吗？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什么原理？这个画依然是看不太懂。雷内是谁？身体组织。这是深渊，什么叫世界式？什么叫院长和水史莱姆？院长是水系的吗？枫丹是水国？这是枫丹的院长？水仙十字院，这都是什么东西？
所以提到了一个雷内雅各布身体组织，这个人是有可能是他的类似于是祖先还是什么，跟那个笔记上人有关系。寻找第二个，我是把哪个开开了？那个。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这个就开开一次就可以了，是吗？把这个放这儿。这是干嘛的？这些东西估计是你得等把这个下边的解谜解完才会有用。等于是这个开开了，其他的我估计就不看了，先去这个，估计应该还是像之前的那个一样，比较感觉上比较线性。这边坎瑞亚毁灭是因为神不想让他们制造这种什么无限的能源吗？这么高，我靠，这个玩意儿，这是哪儿？这是这两个传送点之间。这是500年前的遗迹里面掏出了蘑菇，不是，是萝卜。这两个人还没死呢，怎么箱子就出来了？哦，这是那个什么，这是那个仙灵的箱子。好吧，
伊萨，这是刚才的地儿吗？行こう。それ。し。这好像让我飞上去，我就先不管了。いいさ。行こう。それ。いいさ。し。風の流れる方へ。よし。这个遗迹怎么说呢，至少地形还算是比较新鲜的那种，看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您刚才打开了个门，是这个门吗？这个我猜是之前那个地儿。这是哪儿呢？
天地の恵みであるな。这是我前进方向还是？之前好像人已经生了。这个可以升一下。一般需要暴击率跟充能，这个有暴击率跟充能，而且是三个属性，也可以升满。暴击率不错。又是暴击率，再来一个充能或者暴击率，至少这个它是一点的属性浪费都没有。完美，这个就一般了，沙漏一般用不到。暴击率肉个充能，
一般，等于是两个充能。还是太多，没有剩一物吧，这包里装不下都。就等于这边我弄了五个这个元素的什么方杯，才给了一个箱子。然后呢，这个地儿就没有，就是一个死胡同吗？我是这么来的。我猜可能就是一个死胡同，一个探索。这个是之前有水的地方，把水给放了，那个是回去路。开启右侧，这个吗？好像只有一个。就等于是这两个要弄。为什么不让移动？这就是这哦，这个就好了。这个就是，这个是我它的箭头朝哪，它就会朝哪移动吗？为什么？这个我不明白，它为什么有时候能动，有时候不能动？而是我朝着哪边看？这么个原理，我要把这个拿走呢？那个怎么没用了？诶，那有个风场，我之前上去好像有些可以解谜的东西，我猜可能是还不到。还不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个地儿怕来了才应该会可以解决。
収穫があるのはとてもいいことです。次の仕事は？我们不是感觉现在是在一个大的遗迹守卫里边吗？原来不是遗迹守卫，是一个工厂。所以这个人什么时候能表白他是利用我们？为什么这个下面就有？我跟他地上是一个什么玩意儿？我是被这个护栏给他的攻击给挡住了是吗？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它居然是一个实体。この箱中で寝れるかも。捕まらないぞ。这是前进的路，拙者を連れて。
よっと。せい。天地の恵みであるな。在这是出去的路，我要去刚才开的那个门，把那个什么灵光拿到。それ、よ、それ。这是哪儿？这是这两个东西的下边。它应该就没了。你之前开的门是这个。行こう。いいさ。哦，这是那个刚才那个地方的二楼。之前在这边一直看到各种好像之前是什么教灵院来调查的一个笔记，我猜他是当时来第一波来调查的其中一员。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有开启，我先去那个仙灵，天哪，我先去下边把这个解谜做了。宝箱もジャオ穴からおび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ね。哦，这个上面还有这种。
就是那个是直通的，这两个我要移动一下。我怎么上去呢？移动到上层。哦，这个是对应的那个三角下上。三角斜上，这个没有问题啊。上三角，可以，这边这个遗迹的解谜还是挺有意思的，至少它就是虽然不是很难，但至少它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种，其实从本质上应该 并不是很新鲜，但至少从这个外观上它是一个之前游戏中没有出现的解谜，还算是比较有新鲜感的。是灵光什么视线，我呢你们能不能过来，你痛がっちゃいないいいとよ工作せよ、お触り禁止、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です、痛い、風の行く先を、と。はい、せ。所以这个玩意儿，哦，什么东西？为什么自己就下去了？这上面我还没探呢。
这完全停不下来啊。好吧，什么都不掉。次の仕事は？到底了？这个设计我觉得不太好啊，至少你给我就是前进，至少让玩家自己可以控制，这边全自动的，有一点没有。又来了，这个剧情就感觉怎么文本写的有点太低级了。这个剧情还是怎么着，它的就是这么写的吗？感觉中途的提示太多了，如果你这个人想弄一个就是背叛的话，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那个人他又是一个什么深渊使徒变的，逆向离度仪式。你的目的倒是明白了，但是你哪来的这个自信，自己连神之眼都没有。意思，这个什么什么人，这个人是，这是古代坎瑞亚的意思吗？他们的英文名
哇，这个有一点，之前好像是特别早，是莫娜吗？还是费希尔？第一次遇见伞兵的时候，好像莫娜跟我们说什么天，是莫娜说的还是伞兵说的？说那个什么天，天是假的还是什么？星空是假的？有自信，所以是，这是那个东西吗？新的那个怪？等一下，你是个人？哎，这样了？哦，还是个。我第一次见这种，见这种就不太习惯。他的这个血条在屏幕上方，平常在螺旋打这个怪都是一个小的血条。他去哪儿了？刚才不是被万叶的一个E就给弄死了吗？看碧落，碧落是谁？碧落是之前救的两个花灵的之一。嗯，终于完成了新任务。蒂尔亚什特的赞歌，善恶的。次の仕事は。元帅大人，天外的秘密，就等于是坎瑞亚的这个文明是相当于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技术。现在我随便就是弄一个类似于是不负责任的猜想，就感觉上好像是这边这个提瓦特世界实际上是神明创造出来的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实验的一个世界，就是提到了好多什么天外世界，然后包括什么爱丽丝也是说是可以在其他世界中穿梭，禁忌的知识才可能是相当于这边还有显示器的东西，相当于是可能是提到了这个世界的类似于是创造的一个真相什么的，就是被这个神明给禁止了。等于这边我能上去吗？上不去了。我是这个神童，我要怎么拿？我要是回到这个地方再重新走一遍。这个地儿呢？啊！
有一点迷路，这个是什么地方？总之这个门是之前没有见过的，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看这时间，我就在这儿截一下，下期的话我想把这个前面探一下，不太清楚会把我们引到哪儿，总之是探一下，然后我可能再回去那个，毕竟这个遗迹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主线事业任务的一个地方，之后应该就是不会再回来了。我可能是要把这个神童给拿吧，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难受。总之是这么一个计划吧，这期呢就在这儿结一下，也是行动喜欢，我们下期见。